干嘛？你有严令告诉我，从此以后对我言听计从。为什么？让你做你就做，那么多话。等一下，先走开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哎呀，碰一下又不会少块肉。休想！是他对我动的手。这个没良心的，这种要命的尴尬时刻竟然看溜了。哎，怎么他好像更有话要说的样子？莫非你要跟我做朋友，就是为了……那倒不是。混账！我哪里不如他了？不对，大家说什么？哎，你干嘛？一碗水端平啊！不不不不，这种事我不行，你去找别人去。不，别人也不行。